高歌迎女儿。是老天的缘分，让一个在伦敦，一个在台北的人，缘分让你们相聚于此。廉价的小女儿林永馨九月份在伦敦低调出嫁，连家人可是全员到齐为小妹祝福。这闺女也20号回到台湾举行，选在台北韩式暧昧席开40桌，花费约100万。是说阿爸连战身为国民党前主席，可邀请了不少政商名流一同分享嫁女儿的喜悦。当年大佬们也是一定要来参加的。院长，大家都祝福一下新人，祝福一下，祝福大家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人在战争，我不知道我妈唱什么歌。好的，画面立马 Q 给连奶奶方宇。听得出连奶奶唱的是你浓我浓吗？你们今天穿的漂亮吗？你自己看。我当然觉得我妹妹很漂亮，我各位将来结婚一定也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没有注意到。帮我们转述一下。对，我父亲说，这终于他这个4个子女结婚的结婚，然后各有归宿，觉得作为父母亲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那这一点我们听了也都还蛮感动的。我想我父亲今天很高兴，就是我们最小的女儿也终于在台湾把这个婚礼宴举办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爸妈就不用累。伦敦落泪，今天就不用再落泪了。今天有对新人就是说什么祝福的话？今天没有机会真的亲自跟他们说到话，可是当然还是祝他们就是能够永浴爱和白头偕老。就有没有什么夫妻的相处之道，想要跟他们分享？相处之道就是永远不要忘记当时结婚的时候爱上对方的感觉。像我老公就是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对我的好，所以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。的动新闻，上面出新人，那个圣诞快乐，八岛。